大家好，欢迎又回到 Wilson 模型柜的时间了。那今次呢又到回呢，即是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即至少我没有砌新作啦的 Model 来了，都应该隔了个零，我想就来有两个月了，好像即如果出片来计，因为它中间有些东西延了期，其实 suppose 应该七月呢本身有苍穹之 Fafner 嘛，就那隻延了期，咁就一路呢就我都唔係好有印象上次係邊一隻啦，總之到今次就已經係去到呢一隻鷹頭獅係啦，咁就機動警察裏面啦，其實我之前已經砌咗幾隻機動警察嗰啲啦，咁喺今條片呢，咁如果呢隻鷹頭獅如果唔好太長呢，我都想詳細講埋其他嗰啲嘅，不過呢我諗多數都會太長㗎啦，所以呢可能最後淨係呢做返少少咁多，同即係同一條片裏面擺少少簡單嘅 review 俾大家睇啦，其他嗰啲咁就主要都係講咗隻鷹頭獅先嘅。咁呢今次呢我就買咗唔係普通版，就買咗呢一款啊。咁我嗱打橫俾大家望到個全相啦。咁但係字就喺度嘅。咁係咩呢，就係、是、個飛行裝呢就係、是、普通版啦。咁呢個 Aqua Unit 就係水中用嘅裝備呢，就係、是、今次呢個所謂成 set 咁樣買啦。佢唔係什麼特別版啊，即係叫做叫做一 set 咁買嘅啫。咁係啦 ,Good Smile 啦。咁佢呢一個就有埋呢呢個水中裝備，咁我都砌咗噶啦，咁咧值得一讲嘅咧就系佢后面你见到个盒咧，有啲位咧佢苏系苏白色，但系就算你扫咗咧，我你见我喷咗金色啦，有少少机械金啦，但系佢本身都唔系白色噶，唔知点解咁，佢个盒好搞笑，唔知点解正面背面都系噶，佢背面嗱你见佢写白色，但系其实佢俾嘅件你系黄色噶，黄橙色咁样噶。有啲搞笑，唔係好知點解。咁咧，咁我今次就即係個水中 unit 呢個咧 ，aqua unit 咧，咁我就嗱黃色我噴咗金色啦，黃色嘅地方，咁我做翻都有滲翻啲線啊，有啲應該填黑色嘅我填翻黑色啊。咁然後咧側邊咧，佢就用一隻比較灰嗱，我費事俾佢嗰個你睇啦。佢個件咧本身係灰色嘅，即係側邊一啲噴射口。咁我就上個槍鐵色。系啦，咁然后咧，你见我主体咧，今次你见到系黑色啦，主体，咁佢黑色咧，咁佢个本身个胶嗰个成形色咧，都系有啲靓嘅，咁大概系点咧？大概系咁嘅，呢件因为嗱，佢系正件嚟嘅，因为佢脚板咧，佢左右嘅关系咧，佢即系个喺个射出件嗰度去。方便佢做帽啦，做兩件一樣噶啦，咁就淨喺呢個腳板有分到左右咧，佢就另外喺一塊細嘅板件度做咗多一塊腳板底，所以就多咗一件出嚟。咁你見佢本身個光澤度係咁嘅，但系咧我輕輕上多一層呢個光油咧，就變咗你而家見到我實物嘅呢一個光澤。嗱，係啦，我 zoom 近啲，你見到啦。佢只要加強翻個光澤度咧，其實佢個黑色個髮色就其實都唔錯嘅。咁貨翻你唔會完全噴油嘅朋友就可以參考翻啦。嗱，咁我今次亦都即係好局部分咁樣上嗰啲金屬色啦。嗱，例如依啲我噴上去嘅就星光鋁嚟嘅，因為佢分咗件啊，依、這個佢好貼心地分咗件俾我，所以我就噴咗啲星光鋁先砌落去。咁呢啲我就用筆補嘅啫，即係佢見到佢。呢、這個喺腰度咧，好多機動警察都有啲燈喺個腰間噶嘛。咁今次因為佢成隻嘢都光澤咧，咁我就心血來潮，之前我用啲實色嚟去油嘅，咁我今次咧就用咗啲電導色油完之後，即係油完啲電導銀啦。咁然後就將佢應該橙色嘅地方咧，我就再補咗呢個透明橙喺個面度，係啦。咁另外咧，點解你見我一開頭企喺度，今次就已經上咗個座咧？就係因為佢對翼實在太重啦，同埋咧，其實對翼重咧都唔係一定企唔到嘅，但我唔想企得核突啦。當然，平時烏前少少咧，通常啲有翼嘅嘢你烏前少少佢都企到嘅，但係一來企得唔靚啦，二來咧有個問題啊，佢今次即係佢 Good Smile 啲嘢同 Bandai 最大分別就係咧，佢用嘅膠唔會係一啲 KPS 啊嗰啲，即係平時我哋知道Bandai 會用啲軟身少少嘅膠去做啲關節啦，咁佢哋就多數啦，多數都冇用嘅，咁佢多數都係用翻啲硬身嘅膠嚟去喺啲關節位，所以咧佢每次去喐啲關節咧。
其實都會即係比較實淨啲啊。咁有好處有唔好處，嗱佢即係個保持力會 OK 高啦，當然玩嗰陣時要再小心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個接地性啊，佢個接地性，如果你平時遠身少少咧，佢可以容易校到一個接地嘅角度係貼地啲，但係佢依家一扭咧就可能一扭會扭咗比較多。同埋你去做調整嘅時候比較困難，因為佢硬嘅關係會有關節，所以咧唔知係咪咁樣嘅關係咧，我就做咗好耐都做唔到一個企得好穩嘅接地角度，所以我就不如算啦，即係企得到嘅我試過，但係企得唔靚，同埋我覺得我既然我咁我拍片即係要佢穩定啲，我唔想佢跌嚟跌去咧，就直接就拆咗個座啦。然後個座佢今次就唔係直接喺個螺友度開窿，而係佢俾塊透明件你咧去懟入一啲佢唔係一個窿嘅榫位啦，佢只不過係一啲本身留空咗嘅位置，然後佢俾塊透明件你咧托住佢啦。所以今次你如果玩嘅時候或者飛行 pose 咧，記得首先嗰件接住個本體嗰件件咧推實啲先，先至好玩。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陣間 display 到一半就跌咗出嚟，就唔好啦，就悲劇啦。但係見佢都會比較鬆泡泡啲啊，即係佢個左連接住個本體嗰度會鬆少少啊，相對。咁嗱，講翻只嘢本身個外形啦。我自己好滿意嘅。如果你有砌過 Bandai 嗰只咧，咁我冇砌過，但我有睇過啦。當然 Bandai 嗰只 MG， 咁佢嗰陣時一來嗰個年代嘅關係啦，都係會出得比較矮細啲嘅。咁今次我覺得佢個形象就真係好近乎貼近翻呢個你動畫或者我哋依家現今啦，唔好話動畫啦，我哋現今睇慣嘅嗰種身形比例啦，呢種。亦都比較貼近咧，又係好似破邪大聲嗰次咁講啦，有啲似咧我哋玩海洋堂嘅呢個山口式嗰種嘅比例同埋嗰種嘅線條啊，你有冇？大家又唔知道有冇玩過鷹頭獅嘅山口式啦？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外形都有少少似嗰種嘅，甚至乎咁啊山口式有時為咗嗰啲咧玩可動啊成咧，佢會整到啲外形會好誇張啊，或者有啲甚至乎唔係好合乎比例咁樣嘅身形，佢今次就直頭係一種啱比例正常身形，但係有山口式嘅嗰種好洗練嘅線條。咁外形上我覺得真係完全冇挑剔啦。咁嗱，今次既然我一開頭裝咗個飛行包，亦都佢係你如果買普通版會見到嘅嗰個裝備咧，咁我俾對翼大家睇一睇佢個喐，佢個可動啦。嗱，首先佢最根部嗰節關節係可以令到佢咁樣喐嘅。咁同埋咧，佢打開咧，就我覺得幾貼心嘅。佢咧今次係有兩重嘅，佢依度有一節嘅。嗱，你見唔見到啊？依度會首先有一節，依度有一節可動，然後咧就再依度亦可動。所以當你咧，如果你打開嗰陣時咧，咁你可以校翻嗰啲，校翻你想要嘅角度啦，依個位。但你接埋嗰陣時咧，係啦，即係佢本身打開咧，佢預你咁樣嘅，應該就預你咁樣嘅。咁當你接埋佢嗰陣時咧，佢就會有少少連動咁樣咧，推埋依一節出嚟嘅，係啦，見唔見到？但係上咧，唯一就係上嗰陣時要自己推咯，即係上嗰陣時你要自己推翻開咯，落嚟佢有連動嘅，係啦。咁呢個我覺得還好啦，因為佢始終唔係一隻 MG 咧，佢唔係有骨架咧，佢做少少依啲連動，我覺得都收貨嘅，係啦，即係佢唔係好完美嘅一個連動啦，但係我覺得 OK 嘅，係啦。咁然後頭啦。頭的可動，因為你要就住對翼，所以它向上的可動不是特別差，但又不是特別高，不過你耳仔本身就頂住了，那就大家要動的時候就要就了，要就位了，記得了，尤其是噴油那些是看著刮油了。同埋它關節很多都是很單調，就是灰色的，這一隻灰色的。我自己採取今次的方針就是它包膠，你看到它包膠這些位置我完全不噴東西的，那就有它了。但其實我想想其實都可以噴一些呢滑的消光都 OK 的。其實還有你看到我頸呢，它其實是一件件過的，所以呢你看到那些銀色和它中間有些灰色就是我自己補的。如果不是呢，這個位置我都挺建議補一補，如果不是就好膠下嘅，因為佢包膠又係嗰隻色，然後佢條管又係咁嘅色，咁我覺得依個位置補一補會靚好多嘅。咁
然后呢隻手啦，隻手嘅可动呢就唔算即、向上咬呢就唔算特别大嘅，但係呢佢又係有做好啦，又係依期真係好兴，有依种咁嘅转动方式真係好兴，即係又係好老土，又要讲嗰啲嗰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好鍾意咁向内咬嘅结构呢，係完全为依啲而设计嘅，即係可以咁样转动嘅方式，咁你就鍾意点样咬隻手嘅角度都 OK 啦，係啦依种。但佢就下面呢節就冇轉動咯，淨係得上面嗰節咯。但都我覺得都 OK 嘅，都 OK 嘅，好過比完全冇得轉好嘅，係啦。咁然後咧，佢拳頭呢個手型咧就都唔少嘅。嗱，首先啦，有兩隻擘大手嘅手型啦，係啦，嗱有兩隻擘大手嘅手型啦。然後咧有呢個直插。所謂叫貫手，貫穿個貫，貫手嘅手型，咁就放翻佢近戰啦。即係你知道依一隻咧 ，suppose 都唔係好揸武器嘅，但係佢今次咧都有件武器，咁但係咧佢就係咧一把手槍，就要黐死一個，哎呀，黐死咗佢揸手槍嗰個拳嘅，係啦。咁咧個手槍係要自己補色嘅。我個灰色我自己補嘅，咁佢個手我本身首先噴咗光澤啦，光澤有啦，咁就等佢隻手個拳頭光咗嘅黑色先啦，然後我先補啲灰色嘅，但係佢一件成型嘅，所以就自己分析啦，我就手油嘅啫。咁另外就有個俾個 good 咁嘅手型，咁就應該係啲同劇情相關啦。我都記得佢有咁樣俾個 good 嘅，但係恕我唔係睇得好認真啦，機動警察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咧，腳嘅可動咧，亦都即係叫做標準嘅，因為佢冇裙甲啊，你唔係高達啊嘛，佢冇裙甲咧，其實呢啲踢腳就輕鬆啦，真係踢到上去，即係嗰啲跆拳道踢到上頭咁樣嗰只都得啦。咁嗱，睇埋接啦，接咧就接到咁啦。咁其實夠用噶啦，即係佢唔會話去到對接，因為佢咧淨係得依一節喐嘅啫，上面依一節咧就鎖死咗個大髀咧，就冇雙重關節嘅。依、這個比較即係特別啲，佢冇雙重關節嘅，即係以今時今日嚟講係少有啲。但係佢雖然冇雙重關節啫喎，唔知係咪個形狀嘅關係咧？你見到佢硬係好似覺得佢都已經喐得好大幅度咁樣喎，係咯。嗱咁佢咧唯獨是依個腳咁樣向下接依個位咧。就非常之軟身嘅，但係佢個真正去轉動只腳嘅嗰粒軸咧，就都實正嘅，即係佢可以咁樣有少少左右。佢因為唔係波 join 嚟嘅，佢係嗰啲普通嘅圓形軸嚟嘅，唔係波 join 嘅。所以咧轉動嗰陣時咧，記得就小心啲啦，即係唔好夾硬好似當咗以為係自己玩緊波 join 咁樣亂鬼咁扭啊嚇！即係小心悲劇啊嚇依啲。咁頭先講過啦，佢後面就只係攞個虛位咁樣插個左入去嘅啫。咁就好似依度見到啦。其實依隻嘢幾難搞嘅。我拍片咧，佢成隻嘢黑掹掹咧，大家嘅窿嗰啲都唔知道你見唔見到。其實我都唔肯定大家睇唔睇得真。即係如果今次有啲位咧 detail 位睇唔真，真係唔好意思啊。佢成隻嘢黑掹掹咧，我冇乜計啊。即係我又要一邊講咧，我唔係配音噶嘛。即係我係一邊講噶嘛。即係如果有啲乜嘢咁樣嘅問題咧，就真係講聲唔好意思先啊。依家係咯嗱，咁佢就所以今次咧依一隻咧嗱，你如果上咗個座咧，佢仲要係裝咗呢個飛行嘅 pack 嘅時候咧，其實今次我覺得個形狀令到佢好有氣勢，即係尤其是我只腳真係好中意呢種曲面嘅設計咧，即係幾時睇都係嗰個年代最正嘅設計。因為今次依一部嘢咧，由於個設計師嘅關係，都有啲似京寶帆，其實即係都係出於同一個人設計噶嘛，京寶帆啊、莎莎比啊咁樣，咁就。我覺得哇，即係作為一個莎莎比嘅忠實 fans， 咁我就即係呢只真係完全無可抗拒，完全係砌落有係真係有莎莎比啊京寶帆嗰個影子喺度。所以咧今次如果你本身都係佢 fans， 你真係要即係真係要買啊！今次呢只，我覺得即係 MG 就到依家啦嘛 ，MG 嗰只唔係出得唔靚嘅，但係。已經不是今時今日，即係我好老實講，已經不是今時今日大家想要的那種比例嚟嘅啦。我相信
應該就算你話依家擺，我即刻擺埋只 MG 喺度俾大家揀，即係都我諗大部分啦，我唔會絕對講嘅，即係依啲口味嘅問題，我唔會絕對講嘅。係我覺得我自己認為啦嚇，大部分人睇慣咗依家啲模型嘅比例咧，我覺得都會揀依一隻個比例多啲嘅。咁嗱，當然啦，你唔好計劃個帽嗰啲爛唔爛砌啊咁嗰啲咧，咁就冇得講嘅。一來嗰只就舊帽啦，咁佢即係 MG 嗰只都出咗，我諗有廿年噶啦，都帽都好接近噶啦，應該過咗廿年噶啦。咁嗰只一定爛砌好多噶啦。但係今次有啲咩問題呢？今次你見我都喺度讚佢咧，但係其實砌呢只嘢都有覺悟嘅。你砌呢只嘢咧，就最好要練成呢個武林絕學先，要冇練成呢個少林寺嘅大力金剛指先，因為佢學頭先話齋啦，佢唔係用 KPS 啊，即係唔係 Bandai 嘛，佢全部都用啲硬嘅 PS 膠。個問題就係有啲關節你要套上去嗰陣時咧，硬係你推唔到最入啊。咁你咧就最好你冇大力金剛，其實有大力金剛指都要好大力先掂，同埋你又唔可以用錯力喎，你唔好整斷佢喎，大佬。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都揾啲夾咧，幫到你用力嘅夾咧，又唔好夾花啲件嘅工具啦，嚟去幫手自己壓，甚至乎揾啲嘢借一借力，即係可能攞張硬嘅台啊，你唔好揾啲木嘅台啊，木嘅台你連張台都硬笠埋啊，咁啊即係小心啲呢啲嘢啦嚇，咁就。借到力，然後又穩定到件件嘅方式咧，將佢哋撳實，因為我都唔識點樣解釋俾你聽，因為我唔係將個砌嘅過程俾咗你睇嘛。咁就記得小心依一樣嘢啦，係依樣嘢要注意啫。嗱，咁我而家咧就轉一轉個水中裝備俾大家睇一睇。好啦，咁咧就將呢個水中嘅裝備咧就裝埋啦，咁啊順手擺少少 pose 咁樣啦。都是一如既往，因為他黑咪蒙的關係呢，我真的很擔心大家其實不太看得真他在做什麼。那就是 Zoom 近一點，即是給大家看看他拿著了把手槍。那 Good Smile 有個呢很鬼大的缺點呢，就是呢他的炮啊剩那些呢，我這個一時偷懶呢我沒有開到洞，其實很多都要自己開洞，這些位置手槍是善良的槍來的，连炮口都冇嘅，即系有时呢啲位咧就即系有啲虎头蛇尾嘅，有时是即系你当佢其实咧依家都仲系咧，佢出嘅款好有诚意，而且有时啲造型都做得几靓，但系如果做冇技术咧，你如果排名嚟讲，依家就真系 Bandai 对下有寿屋啦，咁佢就再比寿屋再次一等少少嘅，即系 to be honest， 即系老实讲，我觉得系嘅。咁就所以大家即係砌 Good Smile 啲嘢嗰陣時，最好都有一定嘅加工嘅覺悟先至砌啦。咁其實即係當然啦，你比起以前好多，你仲係一去到拉到即係一唔砌 Bandai 壽屋咧，下面嗰啲你直頭你不如準備定埋，即係一定要膠水啊，一定要大成隻噴過曬啊咁樣。咁我老實講，我覺得 Good Smile 都已經係填補咗個 gap 少少噶啦，即係唔係一拉就拉到去好遠，要大量加工先至見得人嗰個地步，佢又未去到嘅。咁啊，而家依個少少題外話啦，咁啊有機會先再同大家講下啲唔同廠出品嘅嘢啦。咁嗱佢呢個水中裝備咧，其實就結構就簡單過呢個飛行 pack 好多啦，真係好單純兩嚿嘢嘅啫。咁換都好簡單嘅啫，即係掹咗嗰兩件翼出嚟咧，一插就係噶啦。其實都冇乜好講嘅。咁就嗱，我就唔知道大家點睇。咁我單純以個顏色咧，其實我仲反而中意呢個水中 pack 多啲添。即係佢豐富啲啦，因為有翻我一來噴咗機械金啦，成件事同翻個亮黑咧好襯啊，黑金就幾時都好難輸啊。咁同埋就多咗個層次感啦，因為你多咗啲顏色，咁我當然用咗金屬色去點綴啦。但係就算你唔係噴咗金屬色咧，佢後面都會有啲黃橙色啊，即係學我頭先話齋，佢成形色咧係黃橙色嚟嘅，金色嘅部分。咁佢依度雖然係灰色啦，咁啊差啲嘅。咁我當然依度我噴咗啦，咁所以我自己 display 我可能會維持喺依個水中裝備嘅嚟 display 咯，係咯，用依個水中裝備，因為就其實好難揀啊，好老實講，兩個裝備我都覺得型，但係就因為依個就顏色豐富啲，我會偏向自己想用依個嚟 display。咁你都嗱見到咧，佢哋啲手型咧，即係
無論係即係你話 band 帶意外啦嚇，衰啲講 band 帶意外好多時咧跟啲手型就通常都跟得豐富啲嘅，多數啦唔一定嘅，但係多數都係即係例如頭先我一開頭俾大家 display。即係啱啱喺度 review 緊佢嘅飛行形態嗰時用嘅握拳啦，同埋依啲平手咧，我覺得做得好靚嘅，全部都專用嘅，咁都冇得唔專用啦，佢冇得通用啦，基本上，咁所以就我就覺得佢今次鷹頭獅依個成個好滿意啊，即係佢跟嘅配套啦、性啦，唯一。我唯一真的要彈的就不要計算那些顏色那些，即你、成形式一定沒有 Bandai 那些那麼漂亮，但是就、真的非一定要彈，就是很多位置要用大力金剛指，否則真的砌不到的，你 不用力真的砌不到的，有些位置我有些是真的要九牛二虎之力才掰得入，大概我想到有四五個這樣的位置，所以你大家就砌的時候小心一點，因為你香港你想掰爛了你想補件都可能很困難，這個就是這一間公司來說就是你連瑞幾都找不到嘛、這個、那就我拿一點其他機動警察 的其他作品出來先，好啦，咁呢就攞埋其他機動警察嗰啲之前嘅 Modeloid 出嚟啦，咁唔會詳細介紹啦，因為已經好長啦，咁嗱，咁有零式啦，有 Hell Diver 啦，有呢個就咁英格倫嘅一號機，其實我有多一部嘅，所以我會砌埋二號機，但係未砌，咁我可能另外一條片介紹佢哋嘅話呢 maybe 我可能砌埋二號機先至介紹都唔定啦。咁就仲有呢隻 Bulldog 啦，咁就其實佢係一 set 嚟嘅，即係同呢個英格倫咁樣一 set， 所以我係其實係買咗呢個 set 之外，另外買多咗隻英格倫，所以就有多一隻。咁其實佢就係一盒咧，俾你揀砌一號機或者二號機嘅。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咁你揀嗰陣時就知啦。咁唯一我想講就係 Bulldog 咧，依啲紋咧，佢要我靠貼紙啦，同埋啲貼紙唔係好穩啦。咁依個係我成個系列最唔開心嘅地方啊！咁我啲燒光都係夾硬噴埋上喺啲貼紙嘅上面咁樣，跟住然後啲甩甩地嘅貼紙位咧，我又要夾硬攞膠水黐啊，成啊咁樣咧。咁我就比較失望喺依個位咯。其實本身呢個造型雖然佢可動性唔高，但係即係唔算特別高啦。咁但係就我本身呢隻嘢幾得意，我幾收貨嘅，係真係衰喺個貼紙上。咁但係其他嗰啲我 OK 嘅，因為佢其他嗰啲咧水貼嚟嘅。即係佢今依一隻啦，同埋零式咧，咁佢都跟咗水貼嘅。咁其實呢、這個佢自衛隊啊，其實佢都有跟水貼嘅。佢係陸上自衛隊係啊，呢度有陸上自衛隊嘅水貼，同埋佢心口個花花都有水貼，係啦。咁但係其他位置就冇乜其他 marking 嘅。咁我其實我今次鷹頭獅嗰啲都係自己貼上去，佢都冇跟任何水貼嘅，所以就係咯。咁大家作為參考啦。咁啊，暫時就出咗咁多款。咁佢嚟緊都仲有嘅，仲有 Peace Walker 啦，仲有啲其實我唔係好熟嘅。其實我明明話自己咧唔係好睇機動警察咧，就或者叫我睇過少少漫畫就其實動畫我冇乜睇過，睇過好少，已經完全冇印象。但我明明咁樣講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我砌到咁足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道我係乜鬼都啱咧。我見到樣靚就嚟。所以就係啦，大家就睇下會唔會跟我一齊咁犯賤啦。咁啊，呢條片啊嚟到依度啦。咁我唔會好快出多次機動警察住嘅。咁我睇下幾時完成咗我隻二號機，甚至乎可能我再等我完成咗二號機之後，再等有下一隻機動警察嘅作品出嘅時候咧。先至可能喺嗰期咁樣另外出一條片去介紹成個機動警察系列咁樣啦，即係或者我講翻至少我講翻前面依幾隻作品啦咁樣，咁就今次嚟到依度啦，咁啊如果中意我嘅片咧，記得咧就俾翻個 like 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啊一路走來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叫成長得好快，咁啊亦都多謝大家一路不離不棄啦，咁就繼續支持我哋，咁我其實我想做少少我自己有玩嘅 game 嘅一啲影片嘅，咁嗰啲我相信可能睇開我都係睇我砌模型，就可能你哋未必好大興趣，咁但係我哋 channel 本身都有柔美啦，有時賓啲傾啦，咁樣佢哋兩個打機噶嘛，咁我都想多元化少少嘅啲節目，咁就所以咧講下你哋嘅意見啦，你不妨提下你哋對我哋嘅意見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咁就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日本授權，本土設計，台灣製造，千丈堂高達 UC 聯成 T 系列。
現實發售。